迄个个咱拍开八十九页吼，八十九页后边吼，即马再发字较深哈，再发字较深，但是再发字较深来甲讲吼，是伫迄、那个，好亲像伫只王角经内底有讲过，敢无？王家经有讲过吼，吼、哦，啊，每一本经，每一本经吼、哦，差不多拢伫这个后边有，唔是讲每一本哈、啊，有足济，拢有讲到佛的境界安尼。哦，所以后边只这段吼、哦，灵王当知，处十善业，乃至零零十力，无为十八不共。一切佛法该得圆满，是故逆境应勤修学。正话这个所在是这个标题有大概讲到哈，一、这个就是讲，因为这本《十善业宝经》是佛尊伫这个去海莲王海疆龙宫内底，把海莲王讲的安尼哈。那么以前嘛讲到这中间，伊佛陀就甲灵王讲：“你爱知影吼，你爱知影这个十善业啊。十善业就讲，这个众生，众生那是修这个十善业啊。十善业就讲，会当使乎众生哦，达到成佛，诶，这个无上菩提安尼。”这个、意思是安尼，所以下面他讲一句“零零十力”，这个十力吼，唯有佛尊有，吼、哦，啊个无为的个知数无为，啊十八不共法，就是皆知佛道的境界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佮讲，那是修这个十善业道的人，定义吼，定义。就是有那是幸福的基础啊呢。除了十善业的这个个概论吼、哦，是上这个天上的六天以外了哈、哦。就是你将来要成就阿罗汉道的话，有那爱以十善业做基础。你要成就辟支佛道，也是爱以十善业做基础。今仔日咱也是讲要修菩萨道。嘛是爱以十善业做基础，哦，因为十善业内底，咱有甲咱讲过，定义诸恶莫作，对吼，也定义菩萨三诸界内底人，就是这个入如意界。因为菩萨咧三诸界内底咧入如意界，就是诸恶莫作，啊，入众生界就是这个众生方，就迄个个入众生界就众生方向。这个入如意界，吼、哦，啊入善法界，入善法界就是众善奉行，入如意界就是支持，吼、哦，入善法界就是这个个作持安尼。那么入一切众生界就讲度一切众生，所以在这个三诸界的其中，迄、那个入如意界就是定义，一定爱修这个，未使犯着是恶业。爱修十善业的意思，哦，啊，然后你家己本身有修十善业，无做到恶业，啊，佮修一切善，安尼靠迄个将来吼、哦、有度众生的这个基本安尼。那么这个在三学的界定会中，有那是以界为先，就是定义十善界爱作注意，绝对唔通去违反着十善界。哦、所以现在在讲乃至哦，修习正界的人乃至，他会当和成正定，到未来成就十力，啊，甲四无为甲十八不共法的一切成佛的法安尼，等于成佛的法，就是一定爱修习正业的着，作为基础。哦，这个正会大概有甲咱讲过。那么咱来甲看补顺哈，补顺。这个波说讲，这个十力数为十八不共法，哦，
安尼哦，修到到尾，才会当得到修得地。修得地就是福地，福地的究竟地，福地福地的究竟地呢，就是已经有完整的实力，甲事无所谓，啊，甲是不是八不强法。那么这个实力，咱即马来讲，照这几条，虽然王刚经有讲过，这是对。不过咱众生吼，差不多一般啦吼，一般哈，拢总听过一点咪袂记起来呢。我按了解吼，所以这个咱头先讲过，这个经的后边吼，有几啦卷、几啦部的后边，拢有讲到这个成佛的水准安尼。成佛的水准，所以这本虽然是讲十善业道经。不过，我那是将来会当引导到咱未来成就这个佛道安尼，哦，所以这个实力就是如来十种的智慧力，哦，这个十阿含经卷二十六，啊个古舍论卷二七，啊个这个毗婆沙论卷三十，拢有讲到这个实力安尼，哦，那么当然这本是真个道经嘛，是讲到，不过伊无整理出来，等于后边到这伊无讲到十力、十力的这内容。啊，今物咱来甲讲一个吼，这个十力吼是干呐，十力甲数位是干呐佛尊的水准，但是十八不强法菩萨有哪有？不过菩萨的能力含二十八不强法吼，含这个佛尊的究竟觉，就是咱读完觉经讲佛尊对究竟的这圆觉。迄就是讲妙感，干那伊圆满，菩萨了那有，但是菩萨不圆满，安怎样吼？那么这个十念吼，第一条叫做知觉处，非处知念。啊，咱即马有，不再先甲注意讲一下啊。咱参到有讲一句叫做晓得地，晓得地就是先分别地。善分别，善分别，今麦即句话哈，今麦下面十日拢讲，我那时候讲善分别的代志。哦，晓得的，就是善分别的安尼。哦，那么即句觉处甲非处，诶，地非力，这里处是个指啥呢？处就是讲德意思，讲德啊。那么这个合无正德叫做处，不合正德叫做非处安尼。所以是处字叫做德，哦。所以现在这句名称讲各处甲非处，就是什么叫做正法，什么叫做非正法，什么会当如何众生解脱。什么款的道理，哦，众生未解脱了呢？佛陀拢会当明确安尼说明安尼。哦，什么款是叫做人天性？什么款叫做异性？啊，什么款叫做大性？什么叫做一性？这个就是会当先分辨。哦，这个叫三思道五性法。啊，什么款的道理？他会当予咱达到究竟圆满，吼、哦，什么款的道理是了义，什么款的道理叫做不了义安尼？我讲了义甲不了义这两句话听好无？有吼，安尼就好。迄、那个就是知道非知处非处知力安尼，吼、哦。那么搁在第二条叫做第三世业报知力。这个三世业报知力吼，这句话咱今麦是干呐？经理讲，对有众生所做的这个业，哦，因为众生徛在有为甲有漏的方面哦，有时阵会做善业，有时阵会做恶业。但是如果无经过佛法的教育，啊，理解着这个空义的话啦吼。一般拢落在有漏，无论作善作恶，拢落在有漏。啊，那是理解空义，伊就知即个无漏，而即个道理安尼。
你现在这句话是讲对有众生所作诸业，不论是善业、恶业都好，哈、哦，在三世中啦，哈、哦，三世，比如讲，伊过去有做什么业，啊，落在什么款的境界，受什么款的苦报安尼，这个叫做何地？过去世、现在世的上半生，现在世的上半生，伊做什么业？可能下半世的做有着什么款的苦报安尼？哦，啊，佮再来呢，心啊，心啊，佮作业，啊，佮进前的这个业绩成绩未成真，未留佮未来，会出现伫甚物所在、甚物时间安尼？哦，因为咱伫因果捌甲咱讲过意象啦，吼、哦，即个敢卖记者，以时、以地、以类，有安尼讲过无？有吼、哦，即个要记好哦。以时就讲无同时间，以地就讲无同环境。譬如讲，伫人间做作业，对了，地甲个鬼畜生，即个叫做以地。哦，啊，有时阵作业做做呢，即些报无着，后些报无报着，有些后些报无着，搁未来经过百千万劫，有哪管在一报？即个叫做做什么业？哦。啊！伫以时受报，安尼无同时间受报。我都捌甲谁讲过迄、那个，琉璃王领兵来拍石家庄，就是伫五百世前讨海人掠鱼，他咧引起着后壁说，鱼王来出世做琉璃王，爱鱼啊囝，他咧出世做兵马安尼。那么鱼村的人，他咧出世做。即、这个个石家庄，安尼你甲看，经过偌久？经过一万五千年，安尼甲报着，迄、这个叫做隐士嘛，哦，安了解无？啊，所以即个经人就讲，迄、这个在三世因主因到未来何地，即、这个叫做隐地，哦，有看到的隐地，何时就是隐士安尼。啊！你做什么业？他干什么个？有什么举动？有什么的变化？佛道一目了然。啊！但是咱这学佛的人吼，譬如讲你过去有去做业，有做到一个恶业，啊，未报着。那么今生今世有可能报着。我跟你讲真正，所以学佛的人、修行的人，有这个业报现前吼，应该唔免惊，报报就煞去。不过啊，未敢报进前。迄、那个报还未干，最后先忏悔，忏悔自然变化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每天大罪当不得一个悔字，哦，这都不是要甲恁提醒。甚至普贤十大行愿中有讲到忏除业障嘛，对吼？有这条，所以咱这个合法的人，咱来认定无量劫以来有足济业力，咱还未受报。今生既然有这个福分来听到法，那么咱第一一定要忏除业障，安尼较健康。哦，唔通讲无要忏悔，啊，佫不现前了，可能做偌济业受甚物报？啊，你若忏悔，这个定业可转安尼。哦，所以即马这个经验就是讲，有其中有甚物款的变化，啊，咱若忏悔就变化，唔过人佛道一目了然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普贤菩萨加一个真慈悲吼，较甲咱讲，这个佛弟子施行十大行愿中，其中一条叫咱爱忏悔，较会当度业障安尼，就是讲定业一定会转安尼。哦，啊，你若是有十分的志向，当然你就十分的落实。啊，你若感觉无啥要紧，有时阵甲报现前了，嘛是无法度。这真正无法度，吼、哦，照时间报，因为佛陀徛在公理的立场，伊袂当甲咱偏袒，啊，若有忏悔，就会当含在业力沟通安尼，吼、哦，这是必然的代志啦吼。那么第三就是地主禅解脱三昧之力。那么这个地主禅吼，那、哦、是要甲讲较究竟，当然咱会当了解咧，在《黄觉经》内底讲，禅那。邪魔他、三摩菩提这三类，吼、哦，这三类是应该吼、哦、较具足圆满。
哦，这段咱有读过，咱就用这个做根据。但是，现在这句话是要跟咱讲哦，这个诸禅解脱，因为诸禅这个禅字吼，有落实着这个禅定。因为合法的人要真正来解脱，一定要有定力安尼。好、哦、啊，但是不是有定力尔，因为戒定的定吼。哦一定要由定而转回，所以由定而转回，迄、那个叫做禅安尼。所以这内底讲，所谓定者，就是一定要止息妄想安尼。哦，啊，止息妄想，佮再来禅的静如甲观慧。即个十方甲经都讲到即个止观啦、禅啦啦吼，即种有解说过安尼。哦，当然，如果修行的人啦吼，那未当明白禅定的本意啦吼，未当明白禅定的本意哦，因为这个禅定的定啊，甲禅到底是甚物？但是一定爱去修持安尼。哦，咱都伫这个《王家经》都真详细分析过啊。哦，所以那无了解啦吼，因此各修各人修各人的业。唔捌咧，啊，就学白修。哦，伊家己有个人摕一半本啊册，啊，就去修啊，修修会较出大事安尼。哦，作者是安尼哈，所以这个就是未使进。他来自前有时阵，因为伊唔捌，啊，无研究如来经教。哦，啊，造成一个叫做凡夫相安尼。安怎样吼？啊，咱今仔日如果呐会当明辨如来法的人，比如讲今仔日佛陀甲咱讲。三昧真要紧啊，禅定真要紧啊，止观真要紧啊。哦，安尼来讲，哦，因为安怎呢？因为六波罗蜜一定要经过一番的这个禅定嘛。哦，啊，戒定慧嘛，一定要经过定啊，对吼、哦。这个是真重要一个课文。啊，有诶唔捌的吼、哦，所以一定要明白如来法界，安尼才会当入到这个性禅。圣人解脱禅安尼，所以呢，这圣者，哦，圣者的禅，哦，修要解脱的这个禅安，安了解啊？啊，所以对这个法门吼、哦，一定要有经过对这个禅定深入的人办，啊来甲咱教，来甲咱讲，啊恁较会当有一个真真正正水准出来。如果若无的话啦吼，会收对外倒去，因为迄个姜呐，电迄款有哪有去收客量的，迄落到就拢龟苓卡体，哦，伊有毋捌都学白收，学白学，吼、哦，按外倒嘛外倒收啊，比如讲道家嘛道家收啊，吼、哦，即知影吼，啊，搁再来呢，大乘禅甲小乘禅安尼，小乘禅是干呐知识妄想。啊，那大乘禅啦，哈，有知识了，反为静如安尼，静如的思维哦，安尼才叫做大乘。啊，那阵一干那知识妄想哦，可能有的人是落在这个世界，有的是到迄个无世界。不过毕竟，哦，伫迄个个世界无世界一段时间了，重新搁再对了安尼，所以这个袂当讲乌白修正。一定要明白禅定止观的这个深意了，看应该有什么款的，应该提前具足的，哦，安尼才会当开始修正，安那无卖，哦，但是卖，不过咱人的心真妄想，这个要安怎？所以我有甲注意讲过，你专心看经，你若专心看经的话吼，可能定有非拢生，因为我有甲恁讲过，我就是用安尼尔。用安尼，我那好啊，经典看咧，拢看到真详细，看到这段话语到底讲啥会安尼，看搁看，看搁看，安尼自自然然咧，伫这个看经的中间，有那会定，啊，唔过你个亲疏法语，就会当落实到这个会安尼，哦，这我都甲恁讲过，我是干那安尼做，哦，恁会使看书好，几年前去讲的，甲几年后今仔日去讲。到底是不是当时停顿掉的？哦，安尼恁在看就知影。哦，当然我那有注重戒啦、仪定、甲慧嘛。哦，应该啦，个恁家己那有较敏感的人哦，
就知影我去分析法语安尼，应该就清楚吼。即、这个就是由即个佛经、思维经教内底所得到定甲慧，即、这个绝对有安尼，吼、哦。但是这个禅来得有乐甲无乐吼，有乐这个就是落在色界甲无色界，这个属于有乐这个方面。啊，那无乐就是解脱禅安尼。哦，不过人禅宗哦吼，佫有一句话安尼讲啦吼，不过这是高水准啦，这袂比起啦。我咧讲吼，有一个祖师吼，爱叫孙了凡安尼。不过这个咱目前还佫无这个水准啦，叫孙了凡。啊，看到一个地主吼，当麦个困难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总讲牙锤啊吼，惊伊困了过头，总讲，安尼甲哭起来，啊，总阁惊，啊，即马即个地主吼，因为伊的水准是有那真超越啦，啊，即个看起来，吼、哦，安尼甲看起来。啊！了，这个师傅总阁行过，行过呢，吼、哦，阁再看一个地砖呢，坐到那像咧，那像弥勒菩萨咧安尼，安怎样吼？啊，坐到足好看，阁大，而且伊阵对头甲讲一个，那注意听下，讲你大只个空虚妄想，人恁师兄伫头前遐个计坐禅啊？所以这里咪听好。可能听无，也可能听无。干什么呢？伊就是有梦想心，这修定堂要降下安尼，这个叫做空虚梦想啊。但是头前迄个徒弟，一个叫啥？伊就顺其自然安尼。我睡觉我就睡觉，安听无？我该睡觉的就睡觉。但是因为心啊，有足侪二性的圣人，啊，甲二性的修行者，伊认为讲就爱安尼开当断烦恼，吼、哦，就爱打坐开解脱安尼。不过打坐能解脱吗？这个有问号了哈、哦。所以当时妈祖道演给打坐，耶稣父怀中。怀中就是慧能大师的徒弟，马祖道一等于慧能大师的徒孙安尼。阿马祖道一就安尼坐卡真好势，但是都坐，因为做一个年轻的出家僧尔，十八九岁尔。那么怀中吼，拢唔怕真惊伊，因为讲这个是大根基，啊，可能短暂中间还未突破，这个未接安尼。起码伊总开始在装啊吼。咁伊马祖道的头像，咁样无啊，即咪等你照照诶，佫无安尼。啊，即是当时间伊就停困，明仔载佫来遐无啊，啊，就佫安尼照。啊，经过几工吼，所打动到即个道伊的心，讲书奇怪，啊，家己逐日都伫我头前计无啊装啊，安听吼，即嘛道地尊问书，讲书啊。你无迄个砖啊，要创啥？我无砖啊，要做镜。你看我介绍我的面那边，我啊砖啊，哪会做镜去？迄个砖啊，哪会无爱做镜？因为当时吼是用铜无金做镜，安怎吼？迄铜叫做铜镜。我说啊说啊，砖啊哪会当做镜？伊讲对，砖啊无袂做镜。你第一去坐要创啥？伊讲我坐咧通好做粉。伊讲我无砖啊袂做镜，啊你坐敢会做副镜？这就会做分呢，变这个马祖对的，一千年经哦，伊就心内有一点字啊。讲既然坐未做分，无必安怎才会做分安尼？你在山东的公安，伊这个所在怀中，他开始了，这个马祖对，他放弃打坐，安怎样吼？他放弃打坐。这段我改成进前我那捌引来过，对吼？这个。搁再个因的一块代志，真真正正啦，要甲讲消性来甲讲吼，有哪有可能有这来知识妄念？啊，妄念啦，知识会开智慧安尼，有哪有可能啦哈？
因为佛陀甲咱教的这个处事观哦，未当完全改好人，不过一定重要是迄个善较重点。有一个卖豆腐的，啊，天天就当送豆腐去服侍安尼吼。啊，即话伊若送豆腐去服侍，拢看主持伫蒲团内底啊个这样呢。啊，这个送豆腐就送送几年汤底，拢看主持伫啊这。伊则有一工主持煞白改，讲叔啊叔啊。你我较会看你逐工都伫遐坐，啊坐是偌好安尼，讲足好喏，开，讲偌好，啊敢会使我坐看嘛？伊讲会啊，你坐啊，我伊特别甲坐。伊讲啊，你着知识梦想哦，吼、哦，坐咧着是毋通搁搭乌白想哦，讲好好好安尼，啊这样着甲坐三分钟着爬起来。人师傅坐到拢几点钟，伊才坐三分钟着爬起来，伊讲师傅啊，有够好诶，安尼。吼、哦，就是遮好，你才会要坐哦，安尼。伊讲啊，你选哪啦？你发觉啥？伊讲发觉讲，三年前人欠我五十块无还，安怎样吼？讲我忽然间坐落呢，就想到啊，想到讲三年前人甲我买豆腐的钱五十块无还我安尼。这个老和尚说爱情，但这个有一个意思，人沉淀落，记忆力就提升。安听吼、哦，妄想打，但是迄个记忆力就恢复出来，所以会使讲对，也会使讲唔对啦。安怎样吼？但是事实唔是要安尼啦，唔过人伊随机咧。三年前海，人家欠五十块豆腐钱，伊随想起来咧。这个我们不要肯定是对不对安尼哈。不过咱那是妄想之性，非会生，这是事实咧哈。安怎样哈？所以打坐怎么样修禅定？安怎样修禅定较对哈？我跟你讲，我们不要阿个无明定，这个机关的渐渐哈，我们还是不要慢一点做。安怎样哈？唯有进入定中，这个所谓好阿主人会当记，因为你个所谓就是专精神关注底下。啊，所谓的起飞安尼，哦，啊，所以你今仔日一定要先了解，禅有这个叫下定、五定、七定，哦，外道禅有口头禅，有小乘禅，有有老禅，有无老，这个东西一定要记得是什么叫做无老。你搞想讲当时慧能大师甲慧明讲咧，叫不思善不思恶咧，对吼？啊，人伊伫咧不思善不思恶中间。忽然间就发觉讲，处事，哈、哦，你的本来明白干嘛？哦，安尼就是这个是较重点哈。哦，迄就落在无为来对了。啊，但是迄个中间不熟悉不熟，假冒那时是明本来想明想做本来明白，唔过，这个叫毁明。伫弘忍祖师家应该有闹打坐过，不过搞不懂，所以中间阵个怕怕得得别急，忽然间底下思维出来，啊了解不思善不思恶，所以思善甲思恶拢都唔是正当的善，唔是迄个无老善，唔是解脱善，好、哦、安尼了解吼，所以这个就一定要了解。但是呢，咱即马下面即句讲，佛为大觉大智，哦。因为伊是台湾囝伫已经圆满的一个圣人，法界中最伟大的一个圣人，伊会当含诸佛同客，吼、哦，相客诸佛之力，而这个大圣人啊，当然伊叫做大觉大智，伊已经转成所属地，转妙观察地。专平等性，底下的成就台湾囝弟，所以叫做大觉大智者，吼、哦，也叫做大雄。法界中最伟大圣人，所以无不清晰了知。什么款的叫做智？什么款叫做定？什么款叫做静如？因为想到静如，什么叫做观慧？他达到无老清净相安的。所以这句话。就是第三个十力的中间叫做地主禅嘛，哈，不然种个禅伊拢知，就是修得定，快当知，
啊，如何解脱？这个、三脉就是定的地力，安怎样生安呢？哦，很知影吼。但是当然，这个三脉，咱有甲咱讲过，也叫做气哦，也叫做不修，也叫做正修嘛。所以我跟你讲，那要讲真正真的三脉，那用咱大家来甲讲吼，咱大家来讲，要达到三脉，迄股气用吼，一定袂使做就是恶业的。哦、千万唔通搁在杀多淫、贪嗔痴、恶口、忌欲、妄言两善，安尼叫做气妄，安尼嘛是叫做三脉，也叫做修定。安怎讲安尼呢？因为咱人六根对六尘呢，有时阵咱的对象三两句话，吼、哦，你就变面，安尼煞有定，对吼、哦？我管听无？家庭的生活，大家一家口几个？咱来这个公司还蛮大，安尼有时阵同事会冲突，啊，同事冲突呢，有时咱就心内就受气起来。这段中间哪袂受气，叫做三脉，听懂吗？哦，一个字咯，也叫做不修吗？对哈，哦，安尼就有水准了。所以这句三脉伊的范围有够宽宽，叫做八应陀罗尼嘛，就是十善不善，十恶不善嘛呢。哦，也叫做定持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若有印象就知影嘛，哦，就是恶业无生，也叫做三脉。哦，啊，这个善业未使失去。啊，了解哈、哦。那么第四。叫做地根上下地力啊！即嘛，这个地根哦，就讲众生根基。众生根基吼，因为众生根基有的是较地根，有的较钝根，有的真是有修，修过了清洁去啊，听无？已经进入三贤菩萨位啊，有的是初初修无几世啊呢。当然修无几世的法界，在这个佛教内底有个走动的人，所以当然伊就较比较较钝根安尼。但是如果伊若是过去已经修几千劫去啊，当然伊就伫这个人间道内底所现出来，拢都是离根基安尼。所以佛陀就是伊若是以三界来甲灌照啊，知影这个人已经修几劫，伊过去已经有着什么好、什么好、什么好去啊。所以今生今世的根基才遐来啊呢，我都捌甲恁讲过吼，迄、那个《人佛经》就讲，修过千劫过，会当讲十千劫互人听，口才会流利，迄、那个是修过一千劫啊。安怎样吼？啊，若是这本《大乘起信论》马明菩萨吼，伊讲安尼哦，修过十千劫的人。他入十信位，安尼十千劫都等修一万劫。他入十信位哦，所以佛陀在这个、地、这个个佛前的听经闻法的在众生哦，伊拢会当知影讲伊过去的根基是啥。哦，这个叫做离根还是钝根，将来伊所结的果是大小的情形拢在伊，伊会当先得到小善果，还是讲伊直接要修大乘菩萨道安尼？人佛陀拢知影，所以唔靠迄个讲过去发大心的人，起码唔通互伊听小善法。哦，啊，若是讲今仔日都还未发大心，伊拄啊去断烦恼呢，就一定爱四体法好听，甲十二缘起法听，道品好听，互伊卖，互伊断烦恼，卖去做业别了。哦，啊，所以助理就爱详细听。有个人，伊本来伊都唔免经过，唔免经过二乘。直接修大乘，不过直接修大乘嘛是过去的根基真深啊。过去那是无根基真深，伊如何今生今世留在人间内底人，伊就会当发大乘度众生。哦，所以这个根基的本格来吼，有那看伊过去世所修来，但是佛陀拢知。这句话叫做地根上下地力、地慧力。
那么第五叫做地种种性界地量，安怎讲呢？这句话另外一个名称啦，吼，讲地种性的欲地量安尼。这里用吼，就讲兴趣的意思，吼，加兴趣。安怎讲？因为众生有种种的这个用啊，善恶修炼。安怎讲用啊？就讲这个兴趣啦，吼，欲就是啥呢？兴趣叫做用啊。兴趣叫做用啊，比如讲，伊兴趣善还是兴趣恶？伊兴趣善有善的修炼，兴趣恶有恶的修炼嘛？哦，安怎讲呢？比如讲，你甲看囡仔吼，我即点比如过，迄咱有先观察隔壁囡，还是讲观察家己的囝？即、這个囡仔观察的隔壁囡仔，你甲看，有诶伫遐耍物件，伊耍物件都敢有诶会用刷工。碰你讲，碰他个人，对吼？安尼背背背背，人迄个囡仔背背安尼好，有诶就起来特别怕，好不好？迄三四岁囡仔就安尼啊，安尼可见即个囡仔以天生来诶习惯，看伊安怎？我都不甲恁比如我不甲较早不甲啦，把迄个生迄个囡仔吼，迄囡仔并未去食物件，安尼讲来，阿伯食一块，还是讲来？什么人我再一块，有一个就拿给你，搁再一块好唔好？又搁拿给你，有无？有诶，我咧讲一个都要诶，你免想，对吼？安尼可见这个囡仔有量，这个囡仔就健谈嘛。安尼这个是对待大人，对伊诶真心大人，较普遍迄问题，安了解无？哦，而且你嘛是家己看你诶囝仔，你诶囝有诶死活诶，有诶较稳定。有的比较自私嘛，自私伊就会搞到规个兄弟啊乱七八糟嘛，对吼？啊，真正我会记着讲，有一个小故事啦，有一个妈妈带两个祖囝要去买服装安尼，啊买服装吼，即马伊是要甲大汉的买安尼，啊正要甲大汉的买吼。伊即马就叫大汉的，紧紧紧紧紧大汉的爱去洗的。伊即小嘛讲未使，我无爱洗。我阿东是你去穿的，你还无爱？嗯，两年伊穿过就对我穿啊，那迄个我都无爱洗啊。安听好无？因为第二拢扣人钱买的嘛，伊就给计较。安知影吼？拢未使啊！阮这这衫裤拢我去扣啊，不过只是我无介意。不过有改无改是两年后的代志啊，不过天天啊反对都对，伊讲无爱，伊说我绝对无爱，那无以后今仔三个我不会甲你穿，吼、哦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安尼可见哦，在钱花的中间都有这种的情形安尼。啊，所以你今要甲注意讲者，佛陀知影咧，咱众生各种的习念咧，但是我今嘛甲注意讲者，你今仔有贪，自然你会现贪的相出来，甲贪的动作。对哦，啊，你若是讲有亲代表了，所以我你讲，前面迄个囡仔吼，都分张无分张，啊，甲要共糟蹋，甲无要共糟蹋嘛。啊，你当然都有表现伫迄个细汉两三岁中间都表现出来。这佛陀是知影啦吼，过去实验。不过咱即马来甲看吼，我即马谈到甲恁讲个迄话，你当然你就知影讲啊，咱稍微观察一下。别人的情形来反观家己。如果我今仔日若是讲别人倒去来监督，唔过这我嘛有啊，安尼你就要注意啊、哦。迄款是蒙蔽咱的自信哦，安尼将来是影响未解脱。如果你看别人迄个亲威心，你甲反观呀，我嘛靠袂到会讲骂会讲念啊，安尼我嘛是无对啊。你就家己反观，有哪爱改变安尼，这点是较重要吼、哦。安怎样？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锐自省。这句话应该恁听有。好、哦，安尼你就反观家己，通好修改和完整。所以这个佛陀就讲，吼、哦，伊今仔日众生有种种用恶善恶的习念，所以必定爱透爱透去了解。所以佛陀较适应来个教育安尼。啊，不过即马唔得统一安尼讲起来，所以我坦白就甲你讲。看囡仔，看隔壁，看隔壁附近人，啊，附近人会当用别人照镜吗？对吼，借镜啊，
别人安怎我管管，我家己看卖啊。啊，咱该修改就爱修改啊，这是较重要哈。安怎样？啊，无海歹物件不是坑的，事实讲会造成沦为生死啊。安听好无？这属这个代志啊，因为叫做政治嘛吼。那么，搁再来第六，第种种改地的啊。安怎讲呢？因为众生有无同的政治因，就是业性哈，业性，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境界。有的讲讲到彻底，对吼？是天生带来的，出世吼，就安尼加上技能，哦，迄个智商真低，对吼？有的人出世了非常聪明，唔过聪明反比聪明哦，嘛真济啊，伊真干巧哦，这个嘛是伊的毛病，安了解无？因人讲这个囡仔聪明就好呢，聪明会甲爸母吼下不了台，做真济个，互爸母受不了呢，你知无？迄嘛是要注意，因为唔是智慧，一旦佮聪明吼，足济众生就聪明反比聪明哦，听吼？所以我唔敢甲恁讲句话，有时阵聪明吼，煞变白痴。安怎讲呢？因为造业反害家己啊，安尼算不是含白痴差到偌济？你来注意啊！但是佛陀知影，但讲这个众生有千差万别的境界。啊，唔过你若有迄个因缘去接到佛法咯，人佛陀会用善巧方便，甲你开示安尼。所以我正要甲注意讲一下吼，因为众生的这个心就是妄别无共，所以普遍伫人间都有千差万别。你要调理你的囝啦吼，我甲你讲，有时阵嘛足歹调呢。你要信无？因为天生来就是一光有的嘛，我讲有知吼。讲牛啊，伫牵过到香港，香港牵去到北京，嘛是牛啊，有无？有这句话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其实这种的囡仔吼，父母也没有办法的，最熟悉的代志，所以唯有佛陀慢慢来个道业教育，道业教育安尼，安尼教法度。不过嘛无迄个，迄种的人嘛无迄个好因缘，然后通牛着佛咯。不过那牛条虽然一直是个蒙蔽，不过人变得就出来。朴素来讲吼，我讲朴素来讲，你知无？阿伯牛条夫人脾气足歹哦，性格有够歹。即马因夫人先去问着佛法，问着佛法，甲牵引人去皈依，皈依了就温和了。啊，朴素来讲，伫真龙佛国境内底，应该恁有相过啊。较早佛陀伫七地菩萨，菩萨地王就五地菩萨啦嘛，对吼？迄就讲安尼啊。啊，即佛陀成佛了，菩萨地王嘛是有提升啊，唔过伊过多未了，好性地有够歹。啊，到尾去因夫人去皈依尔，带去皈依就温和了啊。做一个人君嘛吼，人君听有无？人君。所以人有几多个，啊！但是你若去碰到佛了，迄、那个佛法会高有缘缘就普起来。所以佛陀在比如讲千差万别中间吼，伊就会当用善巧方便来教育。这是佛的水准会当安尼啦，哈、啊！你了解吼？啊，即马不要紧，咱即马是佛法，不要紧着。唔过注意，咱按照经典来研究，照经典来修，咱应该有那变化的性。了解，你那是我今日唔听呢，你那要听，绝对会成就一个真有作用的菩萨行者。这是事实的代志，我唔是去甲恁假学落的。哦，我未迄个中间，我嘛认一贯都真好啊，听无？好、哦，一贯都遮殊胜，记一个都会当超生了世，世间无安咯吼。我嘛未干来卖三十档呢，我甲你讲真正，卖真正卖三十档，到尾去一年搞啊嘛。哦，看到这个大众经啊变出来，啊，不，我嘛买三十年啊，所以这也是各有因缘啦，哈、哦。按、啊、不然今嘛唔得拄啊遇到，师父甲恁教育在大乘经，教在经典，咱嘛是会当未来天主伫这佛道中正常因缘，哦，安尼知影哈、哦。那么第七叫做第一切基础的地力，好、哦。那么这个意思是呢，佛陀知影众生为善为恶。啊、哦！以所处向之六道处，比如讲，这个人，
伊个修的是神，伊若无参好，伊只佛陀就是也方便神家甲讲。我你即马安尼来搞的，你将来要变啥？你若无较紧改变，袂衰少。亲像当时即个去难道哈，人佛陀要度伊个小弟难道出家，难道贪欲因太太，到因太太安怎唔肯出家？唔肯出家，即马佛陀就召一个因缘，下面后悔唔惊惊惊惊惊，忽然间甲带落。带你对呢，带去你天上啊呢，不低不高高带去天上。伊即马去天上看到天女，遮水啊呢。伊本来会贪恋因太太，就是因太太的当时的印度上水的查囡仔呢。啊，这样就甲带带带去。伊即马甲讲吼，啊，佮伫迄个阿慧吉行中间吼，佮看到遮高帽啊呢。啊，这样佛陀就问即个难道，讲恁太太较水还是高帽较水？哎呦，你看这搞搞呢？搞不开，含完比太太比起来，哎，搞出去都这裂白嘛吼，听不？都裂白的，啊，这面都毛的，这搞到安尼，用你那用安尼甲比，讲好安尼好好来行行，即嘛总个无意中总个带动去的天上，看到天女吼，讲天女较水，啊，是恁太太较水，讲安尼比起来吼，我亲像搞不含完太太安尼。伊讲，阮太太煞像高母咧，吼啊，天女煞像阮太太，啊，这样就伫遐甲看，佮行行行讲，哦，啊，遐较有一个位，遐好位，啊，佮做个天女伫边啊，遮水，今物就甲问问讲，迄个为啥物？就讲就是，迄个叫人间一个难得，即马修行要来即个所在，一段真长的时间要修法宝安尼，好，爱着变嘛，想要修啊嘛吼，啊，这样佛陀大家行行行，又对地角来安。啊，地角在一挂油顶底啊，油顶啊，啊无人去钱啊，无人去钱哦，即马佛陀的，吼、哦，这个难得的问海海贵啊，讲这个油顶官家呢，啊到底是做一个罪业的人要来受苦报，伊讲就是皇宫内底难得，伊即马开始要修行啊，修行一段时间去天上，受到六报了后，伊即马就栽对只卡类啊。来对迄个油顶来，发布响声都载来，吼、哦、啊！这样就甲传上来，请起来。今仔一日吼、哦，你敢知影？就开始出家修行，吼、哦！这个就是佛陀的方便显卡，啊，了解无？吼、哦！伊贪着皇宫的迄个王妃嘛，就开始就甲砍砍砍，因为伊要接上，要接正法王的位嘛。就是伊共母诶，共爸无共母，迄个堂，迄个弟弟嘛，就是大爱多吼，就是等于因阿姨含因爸爸共生迄个囡仔。哦，所以现在内底他讲，到底即个是讲，你将来是对对去，落到处所伫对对去，人佛陀拢知影。啊，所以伊就想尽办法来解牵来解脱，嘛得爱有因缘啦，因为即个难度吼。过去有那修行有三十相啊，安怎样吼？难得有三十相，阿难嘛三十相哦。所以伊这个家族内底拢过去修行人，所以今麦内底吼，伊今麦即句话叫做：或者你今麦在修的是正行哦。因为咱学佛的人，有的是正善，有的正行，有的是有老，对吼？有的无老。啊，所以讲佛陀知影，你在修是正善，向涅槃道去哩，还是你在修有老的？啊，是你去做恶业，拢总一概清楚安尼。这个就是是第一切基础得地了。你将来行为上，特别受到什么个款的苦报，叫做基础。啊、哦，你要对对其他佛陀怎样？啊、哦，这句话就安。所以后边这句话叫做学修正行，向涅槃道去安尼。让佛陀拢了解哈。好，休息十分钟，弥勒尊好啊。